就快了，啊，蒙娜丽莎，谁呀？谁是蒙娜丽莎摄影师？哦，蔡医师，蒙娜丽莎，这样值回票价的哈，哦，车友你看，啊，是的，来前面的就是整个大中山，尖尖的三角形，一颗钟就伫立在整个阿尔卑斯山的东侧，大中山的冰川公路啊，真的眼前啊，以眼见为真。